就要过新年了，何必店长阮厚爵为了体贴警察、消防人员以及巡守队员，伫个过年时阵，还阁爱执行勤务的辛苦。店长是特别准备贵礼品送到何必警分局，特别感谢因贡献付出，让民众会当安心过年。按一月24号暗时10点开始，正式启动为期15天的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。河滨电工所也提前将味乐品送到河滨警分局，向伫咧春节期间辛苦执勤的警消人员以及社区巡守队加油打气。在春节重要的日子即将到来，那河滨电工所我们阮镇长呢，特别关心我们河滨分局及协勤单位他们的辛劳。所以呢，今天特地呢，我们致赠了一些他们在执勤的时候一些补充的物资来慰劳他们。那也希望他们对我们和美镇这个治安尽最大的心力。当然，也希望他们在执勤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。也祝他们呢，新的一年也可以新春愉快，虎虎生风。在111年，加强重要节日的维护安全工作哈。我们这一年的主轴就是治安平稳、交通顺畅、民众顺心。今天感谢那个我们叶主任秘书代表我们的和美镇公所来对我们警政、消防还有守望枪支队的一些慰问，希望在我们全体的在的人员的部分，让民众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个好年。何必店长阮厚爵指出，为了让乡亲会当安心快乐过年，即个执勤人员拢牺牲家己假期来维护地方治安，所以特别准备为了品来向因表达感谢之意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。